OK， 接着上期视频，这把本想去赚点存款，一不小心就杀了16个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操作呢？请往下看。这把出生农村点位，这个点位怎么打呢？我给你们来分析一波。咱们目前位置是在这里，距离咱们最近的复活点就这两个，他们有可能都会过来打咱们，所以咱们直接去防区守着他们。圈结束之后，咱们也是直接来到防区，现在咱们就等着他们过来了。来了一个，OK， 拿下两个。再看看这边的来了没有，怎么跑对面马路去了，打倒两个咱们直接压过去。这边过来之后就看到地上倒了三个，应该是被另一队打的，咱们全部补掉，还剩一个肯定也还在跟另一队打，咱们现在直接过去。这边过来之后也是看到下面这个被圆点的打了，OK OK， 又死一队，石头那又看到一个， OK OK， 这个应该是刚刚那队的，石头上面还有一个，咱也不知道是个几级的，直接干拉他。哦，是调仔，游戏延迟没有开好吧，清者自清。这边直接杀了9个，就2个爆红了，其他啥也没掉。这边这2个也是2个紫光，打完之后咱们也是来到了辐射，前面有人在清狗，咱们不知道辐射有多少人，先上楼观察一下。挖去楼顶还有2个，他们在跟前面这队打，没注意到咱们。挖去这又有一个，前面还有脚步声，打完药直接去干他。一个嫖仔也敢炸我，这个还是倒的，不知道他队友在哪里。不管了，先去把楼上的给解决了。这边也是上来到了2楼，他们注意到我了，就是不敢跑下来。这边跟他们耗了一会，他们也是过来忙我来了，真蠢。楼上又去人了，咱们不跟他耗了，先躲起来。注意听他从另一边绕过来了，接下来就剩楼上的了，这个啥也没掉。这边确定他只有一个，咱们就不用怂他了。看到了哥那架着我呢， OK OK， 这颗雷你必死。全部拿下好吧，接下来就是炫包了，看看他们都掉了什么。这个红光都是变卖物，下面这个掉了一件钢六，这边这个掉了一个六头，还有几张蓝图，这个有一把改妹，还有几个变卖物。这把打的是真的爽，就是赚的有点少，赚了300万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下期见，拜拜。